曾听说过寻觅爱情，就像天与地别离和重聚过程，而我跟你平静旅程，并没有惊心也没动魄的情景，只需要当天边海各景在追逐时，可跟你安躺于家里便觉最惬意，只需要在会场荡气之时可用你的名字和我姓氏，成就这故事，从此就